是乡民票选最爱看的十大比基尼女神之一哦，所以不是十位都来哦。我想说报喜啊，报喜啊，报喜，我还挺急啊，我还挺急。他生日的计划要不要帮他办一个十位？哇塞，好不好？我有查，可是其中有几位是人妻耶？人妻也很好啊，也 OK 吗？很棒啊，哇，人妻是不能当女神啊。我就是喜欢人妻，怎么样？我就喜欢帮人家养小孩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是在爆料是不是啊？你最近怎么了？感情生活还好吗？感情生活空白，空白，没有什么琢磨，还在等新的对的人，新的对象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你有还不错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上次看新闻，就是说 Kid 不是爆你料吗？说你已经稳定中，那个是哪里冒冷汗？八稿，那是八稿。我现场很冷呢，一点都没有汗，没有汗。对啊，所以那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假的。OK。干嘛干嘛？那这样不整个爱情不会久等了吗？来，我们欢迎乡民最看十大比基尼女神之一袁爱飞，带着她的好朋友小萌还有凯西，欢迎。凯西今天出来，而且我还穿高跟鞋，怎么矮啊？OK OK， 好可爱。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哎，我先吗？对，哎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袁爱飞，然后这个要送给你们，OK， 我要这一本。对，男生喜欢那个，现在还在。对，双封面，我写真集要发了，叫《想入非非》。去塞班岛拍的。对，这是我去塞班岛拍的写真集，这样是我第一本写真书。第一本，其实你应该很早以前就要推出写真集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粉丝非常的多啊。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想说，应该要达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，然后再拍这样。听说你练习很认真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健身房还蛮认真的。你有看那间房看到我？是做的跟鬼一样，因为之前我做的跟鬼一样，因为他的披头散发，然后那一天有一天那个健身房灯光那个有点坏掉，灯泡有点坏掉，所以他就啊冲刺，好恐怖啊！因为我之前就是很那肚子大，然后就是那个，然后经纪人就说，如果你拍写真集，我没有要让你修图，他说修一张图要500块，你要自费。然后我说天哪，我真的不想再花钱，那你就出十页就好了，也太少了，5000块，所以就非常认真。对，我就大概健身了差不多半年，然后才就是达到最好的状态之后才去拍。那写真集里面有没有什么厉害的？对啊，厉害的呢，就是要买了才会知道。像这一张好了，我们以这张的角度来说，它已经算是里面的，比如说中级还是高级还是？哦，你说里面的尺度厉害的尺度？我跟你讲，里面有更厉害的，更厉害的，有承诺吗？这个三点承诺吗？三点，有比这个厉害吗？当初小蛮拍这个是那个 GQ 的时候，对啊。这两点，对对，你那时候你有比这个厉害的吗？我有跟这个差不多类型，他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其实差不多哎，这不容易哎，如果你的太，对啊，不好遮的话。老实说，快乐冠军真的穿太多哎。对啊，怎么穿那么多啊？你们真的好有诚意哦。现在赶快刷第二版，对啊，再快立马大脱这样。大脱而且都是鞋带遮，是鞋带，他的细版的。太辣了，那我遮不住。还是凯西要尝试看看，用发头发发丝，发丝那也太小了吧？你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？很多共同朋友。对，很多共同朋友。其实因为之前我们还在同个公司。哦，对，很早，但那时候我们不熟，所以我对他印象是女神等级的，真的，就认识以后就发现，你是说不食人间烟火那种，就是觉得他是很亲切，然后对看到人都很有礼貌，这样就是会微笑的那种，对，但私底下就完全是大哥啊，大辣辣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郭大哥，对，所以你们是熟到什么程度？因为今天的一些问题是非常的新，对，不是新三色，是火辣，很神私密吗？对。可以吗？可以回答出来吗？两位可以，应该可以试试看，因为都是会聊，对，会聊心事的那种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马上来考一下他们的默契，进行 Magic 大宅问。
好的，马吉大哉问，我们要先考验的是袁爱飞跟凯西，如果答错十题以上的话。总共几题？总共有十五题。那也太多了吧？十题、欸、不容易哦。加油加油！对，那如果超过十题以上就惩罚苦茶，就是要喝苦茶。那如果每一题都答错的话，就是随时都会有爆破。对的，我们的答案以袁爱芬为主。如果你的答案跟他不一样的话，你身上的气球就会被爆破。对，好的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来第一题。紧张哦，对，好紧张。请问起床后先吃早餐还是刷牙？刷牙。OK， 第二题，请问袁爱芬口头禅是？必啦。破。有点大声，我吓屁啦！他刚刚是屁啦，因为他口头禅很多。你有听过他其他什么口头禪？什么想杀死谁？欠杀，欠杀，欠杀。OK， 好的。或者我快死了。有很多这是默契的概念。对的。好，第三题，请问袁爱飞的写真书名叫？抢过小飞。OK， 第四题，请问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？摸猫咪。脱鞋子，脱鞋子，猫咪，猫咪不会迎接你吗？要先脱鞋再摸。哦，好像也对，要先脱鞋。这逻辑是对的。好，第五题，请问路上捡到1000块会怎么办？该警察。觉得他是一个你很善良哎，不是要先放到口袋才能决定说啊，我要走去警察局给警察。你好容易被掏出来哦，对你的内心。我是真的真心话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他这样是口袋是有逻辑的，再拿出来给警察。对啊。第六题，请问两人第一次见面在哪里？在摄影棚吧。在路边。为什么在路边？网咖，我们在网咖楼下就已经先遇到了，然后上去开会。哎，你记错了吧？是你跟汉典哥吧？可是有你啊！你要不要先出去？要不要？要不你们要不要？是你？那你的是摄影棚？对，我在摄影棚见到你的啊。可是不是有先去开会吗？有吗？没有哦。真的熟吗？还是其实我被换掉过？没有，那是很早以前，那大概在7年前，超久以前。OK， 我们也没换过。时间已经久远了。好，下一题。太远了。请问1+2+3+4等于多少？哇，1+2+3+4等于3，3+611吗？十？为什么是？这个应该有正确的，十。对啊，十还是11？十应该算好久，你们。4+3等于7，7+2等于9，9+1等于10。错的，错爆他，还11嘞。算错了，算错了。请问谁主持节目最好看？袁爱飞。怎么这么快？我怎么回答那么快？那我回答吗？对，嗯，就讲凯乐。他讨厌你耶，他不讲袁爱飞，讨厌你。你要弄他，他是好友啊，他是社交 APP 啊，是袁爱飞好友好友吗？好，冷静冷静，然后。请问生小孩想生男生还是女生？不想生。哎你想生小孩？不想生。他的问题是，如果要生的话，可你不是不想生吗？我是不想啊。真的？他想不想生啊？他想生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很像小孩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带一个小孩。所以我应该可以给爸爸带或保姆带啊。对。他这么不负责任啊？对啊。叫保姆可以，还是照顾他？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，就保姆。那就也是你那个眼神好讨厌哦，好会列入考虑，很多都是这样的，很多都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保姆带的啊。OK， 会列入考虑。好，来再来，请问袁爱飞全身上下哪里最性感？锁骨，哪里锁骨？我觉得锁骨蛮性感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锁骨吗？锁骨就这样。这看不出，没有很突出啊！我给你看。你说，你说我的性感儿。有。有。有吗？有吗？我们看一下小兰的锁骨。有吗？有吗？是。我很胖哎，最近。不会，你刚刚这样一这样就有出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好厉害。锁骨。那你有吗？对啊，忘记了。OK。想太快算了。OK， 来再一题哦，加油。请问看男人第一眼看哪里？脸啊，眼睛，脸跟眼睛差不多，就同个地方，其实算对啊，算同个地方，算对，算对。Sorry， 你就是想搓，搓上瘾啊。好，请问袁爱飞喜欢穿裙子还是穿裤子？裤子。哦，请问动物园里第一个会看的动物是什么？三，爸爸，爸爸，
一马下，哪有动物园，哪有猫啊？我超爱猫，对，爱猫。请问会听的音乐的类型是什么？三二抒情歌。哦，答对了。好，请问有钱的秃头跟没钱的帅哥要选哪一个？没钱的帅哥。哦，你这是看着他嘴型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不是那种。我本身发量已经很少了，所以那个优生学，如果再找一个秃头，我的孩子一出来就是清朝人，对，所以是要搞威廉，你不能跟威廉。我是额头高，我发量多，我全都在这里，全都在后面，我都绑辫子，你知道，我其实可以留辫子。清朝人，好，恭喜过关。那总共几题？只答对六题，所以九题那还好，不用吐槽，可惜可惜。所以你看男生是先看脸的哪里？其实就是整个感觉。最吸引脸。脸应该是干净，就胡子要很干净。我不喜欢有胡子。胡子要很干净。就是你要都刮干净，然后跟你的眉毛你可能也要就是修干净。OK。胡子要很干净，就是要刮干净，那就是没有胡子。对，他如果留，我就觉得哎，很难懂吗？好难懂。那有刮胡子、眉毛修得很漂亮，可是有鼻屎，常年一直黏。鼻毛超长，鼻毛修掉就好了。那还有一颗师爷的痣，对，或者是关公可以吗？关公的胡子，师爷的痣上面有毛，不行，毛要擦掉，一根而已，这样一根，就剪到最短。他这就是什么？从小就是留到大，擦掉会。对他的面相不好，他对他面相不好，可以吗？而且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会这样，我一直抽，对，我不行，而且这么长，也太，这比我头发还长了吧？他平常是卷起来的。好，好聊天。Baby 我想一下。有时候还拿来剔牙，牙线呀，因为他很只有很粗，太长了，烦，我的助手不行。好，我考虑一下。OK 了，对。好，接下来小蛮来挑战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小蛮来挑战，还是以袁爱飞的答案为主哦。是的。OK， 准备。第一题，请问洗澡会先从哪里开始？卸妆。洗澡。洗澡。你这样比较直接了，对。他可能没有在卸妆的，会不会？有啦，还是有卸啦。请问多久洗一次头？每天。一、二、三。三天，每天，我三天，我每天，真的吗？是哦，女生没有工作也每天，你感觉很像两天或是三天，对，以你的个性来说的话，你难怪你头发那么少，会不会？是因为每天洗头，其实洗头是伤害。有啦，我真的有洗，每天洗，因为我的头很容易扁，对，然后我只要一扁，我就觉得我自己闻到我的头油味了。女生正常来说会几天啊？三天哦，两天或一天，三天会不会有点 amazing？ 因为她头发很多，三天啊，有些干性的真的三天差不多，很羡慕。我是有的，我也是有的，我也是有的，一不洗是不是？一不洗啊，差不多第二天是，我天哪，就是你这样子起来就可以闻到自己头的味道，对，就像第二天就要怎么杀起来？小蛮，你现在是几天？第几天？没有，我今天才洗头，今天才洗，因为我三天没洗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已经是一个那有人是油头的状态，今天。是没有洗过的。我昨天有洗，好可惜哦！我昨天的前一天没洗，我昨天头就很臭。怎么样？很香啊，很香，很香。我要闻中间的屑屑。哦，你哦什么？你每天洗哦？我真的每天洗。它比较香哎，因为我刚洗完了。哎，我早上起来工作了，不要这样。哦。他感觉头皮的味道是比较深沉的，所以我不能。你是不是没有用深层的洗发精？我有。他感觉洗的是表面，我每天洗，但都会洗发尾。只洗发尾干嘛？那你闻这里。下一题。下一题，请问袁爱飞爱穿平底鞋还是高跟鞋？平底鞋。OK， 好，一起好不好？同步啊。请问袁爱飞的脚是几号？24。对。哇。OK， 请问最讨厌的食物是什么？肥肉不知道，
肥肉是哪一种？比如说猪肉的肥肉吗？都是，只要它是哦，迪卡也怕啊。韭菜啦，卤肉饭呢？韭菜我现在可以，卤肉饭的那个卤肉我不行，我会把卤肉剥掉。我觉得说那个皮是很香哎，那最好吃啊。对啊，可是它就会有一种味道。因为我们之前一起主持的时候，我都故意吃韭菜水饺啊，就一直哈哈哈。就主持整天，我第一集我就主持，然后吃韭菜水饺，你好，然后打嗝哎，好好吃。大蒜啊什么的。对啊，合理吗 ？OK， 好的，下一题。请问最请问袁爱飞的胸围及罩杯是多少？一二三，三二七，对对对，三十二，你都知道，哇，好猛哦！那个照片拿来看一下，是简单，来验证验证，现场量，现场量，没有在给你谎报的，连它的形状我都知道，什么形状？什么？所以你们有坦诚相见过，是不是？有啊，为什么有看过？看过他裸体，因为一起去外景，小蛮好像蛮爱的，对对，他一进去他是有这种，对，他很喜欢，你有见识过？我没有见识过，他连一进去饭店呢，就立刻脱光。我吓死，他就说你看我的这里，然后就指下面。我想说，有必要这么直接？我说你看，所以下面是怎么了？你说下面很干净，所以对我就想说，哇，是不是有整理过？对，我觉得我怎么接都错，怎么了？你长大了，我长大了，很漂亮哦，对，很漂亮，哎，胸部也很漂亮，胸部胸型是不是？哇哦！请问心目中的台湾第一帅是谁？一二三，不是吴尊吗？哦，妈！啊，哎呦，吴尊，我的丢姐，吴尊真的蛮帅的，真的蛮帅的，对啊，身材又好，真的又好爸爸的那种形象，就是好男人的。他台湾人吗？是哪一个吴尊？真真的，真真的吗？哎，其实没有牙龈的也不错，有牙龈很大的也不错啊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在健身房，我遇过他，其实人很好，认识好广。你会模仿他吗？感觉你，在吗？在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，我错。网友票选十大女神呢？终于，他终于，他就是想要拍那个，没有人要。也太棒了，可爱。拍那个没有人要，也太棒了，可爱！你们大卖真的，你们大卖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个性太可爱。对，改版了我们就出征。哎，你知道我拍的时候有很多那个翻白眼，不小心被拍到，我就把它集成那个大概十几张照片，特别版，对，特别版要送给大家。如果大卖的话 ，OK， 改版就这样子搞定了，白眼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请问看电影都选择什么样类型居多呢？爱喜剧，其实爱情也算啦，就是要开心的。OK。下一题。请问最喜欢的外国艺人是谁？哇，外国人。三二一，布莱德比特。哦，真的厉害，帅，男人味，蛮帅的。好的。请问袁爱飞跟小蛮谁比较漂亮？袁爱飞，好，小蛮，小蛮比较漂亮。哎呀，小蛮比较年轻啊，差不多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应该会有答案哦。请问袁爱飞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二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一二三，我只知道。两任，两任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交过十个男朋友，有十个，十个。因为我已32岁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想出来十个，你有十个，最长交往多久？对对对，从国中开始啊。国中是，你很赶进度哎。可是十个，其实如果你说是国中15岁到现在15，哎，一个在一起两年，两年也差不多了，很长好不好？对啊，是年纪大了。那最长的多久？哦，最长4年。最长4年，那最短的呢？最短其实我大概交往
都起码会撑个半年，就觉得要彼此适应一下。OK， 撑过半年之后就说哎，差不多了，就我的这个道德观念还过就分，就表示半年如果都还没办法沟通，那就是不行。对，彼此都已经达到一个程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。威廉交过几个？我也差不多，可是我有些国中我就不想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国中不想算？因为那种年真的那么小啊。为什么？还是要算啊？还要算啊？有付出哪一种的？有付出真心就要算。十三四个吧，我们想。没有，大概也是十个啦，十个左右，十个。对，你们的人生好灿烂哦。灿烂吗？好羡慕。我们只是早熟。对，嗯，对，有时候如果空窗比较短的话，就会比较多。就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这样一直紧接，紧接，紧接，然后不要断，不要断掉，对，我不要断。这是什么骑马的概念？对，一直接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牛排都吃几分熟？5分熟。4分啦，只是因为我现在不吃牛哦，但以前吃牛排是5分。5分，是是，好的，请问准备？请问今年内裤穿什么颜色？红色，不是红色，什么颜色？鲜黄色，黄色，鲜黄啊，粉红色是安全裤，鲜黄色，怎么会有人粉？安全裤买粉红色啊？对，我也觉得不要造成这种错觉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想说肉色嘛，就会变得很像阿嬷，嗯，然后因为其他的有点脏，所以我挑了一个最干净的，它是粉红色。OK， 好的，这我不知道，你要检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要看吗？可以检查啊。嗯，真的？看什么？你要看哪一个部分？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鲜黄色，是不是？哎，起来啊！你看，你开始吗？是真的，真的是，如果要看的话，我会害羞。对，你先不要，好。OK， 下一题，请你问啊。看，月经什么时候来？有点太难了，谁知道？不好意思，现在吗？还是最近？最近，月初啊。你怎么？他怎么很会猜？怎么来？你在讲你自己的？我爸在问说。傻眼，傻眼，小鹿菲菲，都没来。请问袁爱菲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跑步的时候吗？太累是。我什么时候哭啊？嗯，最近好像都没有，很棒，这一年都没有。上一次是应该拍写真集之前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因为那个时候对，然后就是定妆，然后好像就是肚子还有一点点油。嗯，然后可是我已经很认真了，然后就觉得哦天啊，这好沮丧，然后就是想到晚上要吃水煮的鸡肉，然后就很生气，然后就不小心掉了两滴泪在家里的时候。那个真的很辛苦。对，因为就很饿啊，然后吃水煮，而且瘦的话，你的胸部也还会变小，因为女生比较有这个困扰。对对啊，因为很辛苦，女生在练比较辛苦。但是答案还是不一样，来统计一下他们错十题，刚刚好。好的，惩罚那个小蛮，好喝苦茶，这也太大杯了吧！珍珠奶茶，好，而且超好喝个超大杯，袁爱菲要给袁爱菲哦，袁爱菲，那我们也一半哦，你好啊，太好了，果然是综艺出身的，好苦啊，苦，我们苦茶真的很苦，有益身体健康，快点，哎，你们不放个糖果什么的，我们没有钱，现在还有钱，哎，你看这一群人，我们买糖果的钱拿去买干冰的，对。火气很大，就要你知道多喝一点这个。好，另外一半给袁爱菲。超苦，真的超苦。很好喝。马上进行的是 Maggi 找很大。好的，写真美图找一找，我们总共出5题，每一题的图片上面有3个不一样，跟原图不一样。没错。只要你圈错一个点，它就会喷。哇，干冰伺候。对，那5题，其中如果3题没有找对的话。就要惩罚电笔，是的，两位好朋友，加油啊！我吗？没有，你好，你已经被喷了嘛，所以就不惩罚你了。好啦，准备哦，每一题限时30秒，请开始。哎，加油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加油！加油！认真找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好难，好简单，还有一个是不是？快点。哎，这帅吗？这个挡住的是吗？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哪里啊？脚，不是我们按，我们画这个看看，好好看看，这个吗？哪一个？这里我们画。8、4、3、2、1，快点！OK，请公布正确答案。
在哪里？我们还把人家手绑住。啊？一在哪里？哪有不一样？右边。右边那个椅套啊。哪有椅套？在哪里啊？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它三个都是格子，可是那边的格子是正方形。哪有这个的？格子太逼人了吧？谁弄的？谁弄的啦？题目才是。知道哦，两个很简单，一个很难哈，注意。来第二题。对，三三三，一个二号。这个是写真里面的图案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有这一张，这是我拍的，太棒了吧？他之前拍的，我拍那个神厨的。哪里呀？哎呀，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就答对了，所以我们提高难度，不让他们先看了。第三题的题目在我手上，准备，请开始。这个就在塞班岛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是那个外景，在夏威夷的时候。好难啊！这个很难，紧张哦。衣服有没有不一样啊？还有1968跟啊。请公布正确答案。国旗哪里不一样？这个也很过，一个星星啊，这个很过分呢。你还说没有更难的？很难呢，这个马路的线，你自己看这荧幕有多小，这荧幕有够小的，多一个多一条线，哦，好难。你看这有多小，人越来越厉害，过分呢，是。人越来越厉害，过分耶，是，而且袁爱佩头发真的飞好高哦，对，哎呦，好紧张，好，来第四题，加油加油，第四题，请看，这个紧张，这个，哎，它里面那个。这里这里这里，这个是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就好。飞机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小的是。对啊。哎，这飞机其实蛮恐怖的。那个是那个塞班的那个小飞机。你有灯坐？有，我有坐，我有。是那个。这里这里有点耶耶 ，OK， 找到了，耶！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，请看。耶！是吧是吧？哦，蛮强的，很厉害，很爱玩。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，请开始。为什么惊叫？哎，你们是不是这个有点难？好像哦，这好难啊！鞋子鞋子，我觉得你一定讨厌他，你为什么用这张照片？哎，我真的没找到。你好厉害，这个都找到。你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他好会的，我都还没找到哎。加油！是不是老虎？加油！这个好像有点难哦。蛮难的，这游戏太颠啊！对啊，这在哪？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解答是，老虎哪里啊？老虎牙齿。哎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好不好？你们自己看这个屏幕有多小。哎，他跟我们呛一下说粉丝都找到了，真的，怎么那么大？一个有全齿，一个好难哦，没有错。好的，所以要垫笔。因为只答对两题，差一题。你们真的很坏心，很坏，你们就是让我们先把 iPad 拿过来，我怕摔到。摔到，生气。哦，跟你说那个真的超可怕，那个是终极惩罚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一个按，请开。还好。还好，来。真的假的？我很怕电呢。真的，你大力按下。
下去它就很快，因为它是短暂，它就0.1秒，大力越大力按，它感受度越。啊，我这酒已经有在电了耶！还没，还没。好电啊！很电！按到底就有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可能？什么？你过来一下，快点！我，你说我是电吗？你不相信？你不要电他，为什么要电他？不信那个真的电！我要电写真女星，好不好？对啊。我为什么不写真女星？我来看一下，妈吉爆很大。好的。妈吉冲很大，真的。妈吉喷很大，因为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干冰，是的。因为我们已经租了，我们就要把它用完。本来是气球的，我们就是物尽其用啦。好的，我们会分别考问几个问题，如果评审团不满意的话，就会被喷。对的。好的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凯西，请问你觉得袁爱飞、小蛮、快乐冠军凯乐谁的腿比较漂亮？好好回答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吗？袁爱飞是相当漂亮。没有，袁爱飞的腿是她就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那种。你就是那种肚子会大，然后四肢很小。对，我是比宝。比宝。比宝超大。比宝。或是蜘蛛之类的。拉牙。对，拉牙。嗯哼。可以剔除我没关系，就是选他们两个。小蛮也是腿。小蛮腿也没有漂亮，没有漏。对啊。反正也不差了。对。对啊，那可能是158里面就是算。导播快拍我。凯乐腿很细啊，嗯，就每次来都觉得他腿细，他腿是健康的那一种，而且我的腿会喜怒哀乐哦，会吗？可以看一下吗？怎么详细？细，是尿急吧？怒是什么？哀。哎，好难表现哦，这是什么？你知道你在那边扭的时候，其实会想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我知道，那袁爱飞，我可以看你的喜怒哀乐，好 PK 的感觉。PK 啊，喜喜。哦，有啊，有喜。怒。好厉害！怒啊！哎，你好怒啊！你的表情太好笑了，表情。你有那个心理哀的时候才表现出来。导播，你可以拍他全身的哀再一次吗？哀。哀。真的是女神哎。对，乐乐乐乐乐乐。耶。OK。好，有答案了吗？好累。好了，那给袁爱飞好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很累，我已经尽心尽力，很认真的在比赛，真的。好，这个答案陪审团绝不满不满意。下一题，请问，如果 Twinkle 的经费不足，需要少掉一位成员，你觉得谁要退团？哇，这个好硬哦！这个团体蛮常会被问到的。对啊。其实你常常心里都有这个答案吧？没有。你揣摩过很多次。你之前不是在拉力帕的时候也常常一直想这个问题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是想谁？就是小玉吧。真的？小玉，因为现在唱歌比较少了嘛。对啊，所以剔除他就没什么感觉了。而且我主持最近一直觉得他是来跟我们分一杯羹的，他都没有讲话，是不是？比较少啦，对啊。那阿伟现在的是就是富可敌国啦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我纠正一下，富可敌团，就一个人穿的就是一个团队的。点点心很成功。对啊，我们不能剔除他。而且我虽然随便分享他一个新闻，都好几万人看呢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如日中天。对啊，讲起来我像在利用他的感觉。是啦，就是。承认。准备。好，请问是谁？经费不足，那不能去谈投资方吗？没有办法，没有人要赞助。好期待你的答案。他们只愿意投资你们剩下的人。只有四个人。是的。对啊。他的。哪一位？我啦，你自己。不是我要讲，就是呢，因为你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又可爱，没有，然后照片又会修图，我没有修图，好不好？太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现场拍一张，也可以拍出跟那个一样，我真的没有修图。好，因为呢，他们四个都皮肤很白。嗯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在里面常常会拍照很难那个打光。不会啊，你跟凯乐一样啊，凯乐。你是黑的啊，凯乐你懂很难打光的那个痛苦嘛。所以我都尽量不要团体。所以如果可以少掉我，他们就会比较好打光，就可以省下很多修图的费用。好了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我没有，我今天就看开了。这个答案大家满不满意？哇！你想自己啊，自己啊。哦，很坏哎，好的。Sorry。
什么？还有还有什么？绕炮是不是？干什么？好突然！来，双手交换。好的，考问小蛮的是时尚造型师陈孙华 Roger 老师、林国基老师，你觉得谁的时尚品味比较怪异？这也太难了，这个太硬了，这个怎么回答？你可以说出一个所以然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小蛮有主持那个时尚节目，跟你对不对？对。我想问这三个老师平常会看鱼摆吗？不会。如果不会，应该不会。确定没有在看？国基老师可能会哦，国基老师有来过，对不对？没有吗？我没有遇见，这也太难回答了。陈孙华老师、Roger 老师、林国基老师，啊，我为什么要为难我？侯佩岑、林依晨、凤小岳、陈婷妮等艺人盛装出席精品开幕，像在走金钟奖红地毯一样，每一位的服装都让人惊艳。而美丽的妈妈侯佩岑透露还想再生，也传授依晨怀孕经验。我最近真的有想要再要小宝宝的感觉，就会觉得好像他有伴，他会更快乐一点，然后家里的那个气氛也很和谐。跟佩岑姐啊 ，Melody。蛮久没见到的，就有聊了蛮多的。是有生小孩都聊都聊。这次活动有不少已成为人父母的艺人出席，想必他们一定有不少 baby 的共同话题。而凤小岳也是这次活动中唯一的男嘉宾，和妈妈们聊到育儿经，似乎一点也不逊色。洗澡啊都会啊，然后那些就基本生活上的那些事情都会参与。应付不来啊，目前都还好，目前都还好。杨乃文、许哲佩、魏如云、吴珊如等众多艺人出席电影《怪奇孤儿院》首映会，导演提姆·波顿拥有许多热门作品，而出席的众多艺人都是他的铁粉，为了电影首映都盛装搞怪出席，其中魏如云被主持人阿关奎心机最重。我已经找不到重点可以讲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从头发开始就是重点，比如说我的刘海它非常不规则，就很像精神病院的那种视神病。然后呢，又到了耳环，因为我只戴一边，因为我左脸比较漂亮，所以是为左脸。对，然后我的耳环上面有一些眼睛，就代表我的耳朵也想要看路。哦，所以那种是心机最重的人嘛。与爸爸吴宗宪一起入围金钟主持人奖的 Sandy 也身穿粉红露背洋装，小露性感出席，还藏不住女孩心，透露因为提姆·波顿的一部电影而爱上某个他。前面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爱的二剪刀手爱的》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，也因为像爱上了 Johnny Depp， 但他不娶我，所以我现在又比较喜欢。也相信了你，他已经娶你，他现在已经提离婚了，你有机会了是吗？陈孙华老师、Roger 老师、林国基老师，你们为什么要为难我？因为分别其实有在时尚，有些人可能对于彩妆比较厉害，有人对穿着有人不一样，对。我觉得比较特立独行的。可能是林国基老师走比较前面，是不是？就是他的造型就是比较特别，然后他收集的东西也比较特别，他常常收集一些什么骷髅头啊什么之类的。嗯，然后 Roger 老师可能就比较偏名媛彩妆这样子。嗯，所以比较特立独行、比较怪异的一定是林国基老师。哦，因为以收集的那个东西来说的话，哇塞，这不愧是小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会回答，我答案都满不满意。满意，下一个。好的，如果好姐妹凯西跟袁爱飞喜欢同一个男生，你觉得谁比较没有希望？是我，是我。说不定有人比较喜欢小孩子。没有，我觉得袁爱飞比较没希望。为什么？因为脾气比较坏。比较直接吗？在节目上讲的。没有，所以他男生看他私人脸书应该会被吓跑。对，你都比较抱怨。不是，因为他很好笑，他就是平常可能他会 po 一张他那个跑马拉松的照片，然后他粉丝团就是说好累啊，但是我不能放弃。
对，然后他自己私人脸书说我要杀人，我真的快吐了。你好不低哦。哎，没有啊，那个是 po 私人的，是当下一跑完，我就说，哦天啊，我真的要死了，我真的跑不过，怎么天啊，我要杀死那个跑马拉松的人什么的。然后隔了五分钟，五分钟之后想说不行，我要正面一点，那我来 po 个粉丝团好了。然后这两篇文就会跑在一起，然后就觉得也太对照了吧，就是你就在想说这两个人到底是同一个人吗？他自己心里比较多 OS 是这样，所以你是很容易不耐烦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那个很急性子，所以就加上跑步是需要耐力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啊，怎么还没有结束？然后就一直看。所以你上次是跑的是几 K？ 我上次其实我跑第一次跑三 K 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内心有很多。很想杀人，对，很想要杀人，或杀死自己之类的。对啊，对，那你可以改跑100公尺啊，要很快就结束。60公尺的，怎么还没到？我要杀人！100我可能还很短，一下就结束了，十几秒而已，就是我要杀人。对，这个答案大家满不满意？满意。哇，过关了！好的，接下来考验的是袁爱飞，恭喜过关。袁爱飞第一题，好的，请考验你的是，在演艺圈中，你觉得谁最没女人味？要说出这个位女艺人的名字。没女人味。对啊，这应该可以啦，因为没女人味代表她比较男性化。对啊，对，中性。对啊，就是只要在演艺圈就可以了吧？是是是。戴安娜可以吗？戴安娜，我觉得那个经纪人家的。像女人花后来改，因为他们就是很有那个中性很坚强的感觉，对，他们有肩膀，一个有肩膀的独立女性这样，对，没有女人味，对，好，比较少，很合理，这个答案满不满意？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正常自己有自己的公正，好不好？不要干涉他们想法，他们就是不满意。OK， 不知道为什么。好的，接下来，大学生中，你觉得谁的星途最不顺遂？有谁？好，人选：李维峰、西小瓜、吴尊、鲶鱼哥，还有饼干。是啊。你是不是不想？你是不是有答案了？对不起。哎，你跟谁是同一期的？我跟李维峰算同期。哦，谢小瓜好像比较后面哦。对对。吴尊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哥，饼干我可能没有比较没有 follow。饼干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辛苦，哎，他辛苦好不顺哦。今天答案已经出来了。好不顺哦。他是一个比较新的。他是男生。男生。哦，是男生。一个男大生，你现在有在，所以应该有答案了吧？那应该是饼干，对不起。OK， 那刚刚还来过我们节目，真假的？对不起，哎，你不要跟他说，拜托。他会看，他会看，他会看我们节目。我不是故意。饼干这个答案满不满意？不满。为什么？那不然要谁？不然要谁？不然要谁？不然是谁？对啊，不然要谁？好 ，OK， 一二三。好，那你自己有自己的答案。没错。是什么坑？完毕了，我们进行最后的宣传。恭喜袁爱飞出自己的第一本写真，想入非非。我的写真集呢，即将在9月26号预购，然后10月3号有正式的那个发表会这样子，然后16号呢，我还有签书会在那公馆的金石堂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，有双封面哦。好，你有没有卖破几本的话，会做什么样的宣传呢？我还在想哎，又想说，如果真的卖到一定的成绩，说不定还可以再出一版特别的。你说白眼的那个？对，我真的很想出白眼，我想买那本，或者是刮刮乐，而且是随机，刮刮乐也可以，刮什么？就把泳衣刮开。刮开！另外一件泳衣，蛮酷的。你很会企划，对不对？厉害哦！哎，你们鱼板缺人吗？有趣耶！是啊，那刮刮乐蛮好的，所以大家要支持就可以玩袁爱飞的刮刮乐哦。真的。好，那再说一次预购日期是啊，预购日期是9月26号，然后10月3号正式发行，然后10月16号会有我的签书会在公馆。谢谢袁爱飞，谢谢两位朋友。谢谢你。